本，呼吁各级是要负起政治责任，是怎么看？我想，明天是联合公祭了哈，我们都希望能够让整个后事跟整个丧葬的事宜都能够圆满。官员负责下台，请辞或自行处分，呼吁各级是要负起政治责任，是怎么看？我想，明天是联合公祭了哈，我们都希望能够让整个后事跟整个丧葬的事宜都能够圆满哈，这个也来能够让我们的家属的心灵得到抚慰哈，来照顾我们这些罹难者的这个家属，这个是我想我们现阶段要先来处理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真的很抱歉。